大家好，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傣美村周围的这条河。一上这个船，这个清风徐来，还是挺凉爽的哈。你看我们后面给我们划船是当地的一位大姐。大姐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咱们这条河叫什么呢？这属于内陆运河。内陆运河，是我们人工开发的哈。这条。550年前，这边是水路。然后我们的傣美村在这个水的中间。对对，所有的运输的，所有的任何一个建筑运输都要从这边走过来。经过是吧？这条是活水。活水哦。活水。我觉得今天来这边坐船也是非常实惠。咱们傣美古村呢？目前呢，就是说它存活已经非常久，但是呢，依然保持非常传统，非常当地的村民也非常淳朴。我们这样来回坐一圈呢，也只要10块钱，非常的便宜。大家有兴趣可以过来坐一下。好了，本次的那个泛舟游船傣美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我们现在已经登船上岸，小心一点。非常的舒服啊！不愧是东方威尼斯，东方威尼斯之称的闽南古厝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尝一下，尝试一下。那还有我们的台湾同胞也不远万里从那边过来。干杯干杯，感谢感谢感谢阿姨，请饮茶。阿姨笑得好灿烂。我们进来了，很多当地的村民推荐让我们品尝他们这个锅边糊，我们要不要顺便尝试一下？多少钱啊？10块钱啊。好的，那我们进来坐一下吧。当地的村民还是挺淳朴的啊。你给我们介绍这道美食都有什么组成呢？它里面有像这个是纯米浆，这个是纯米浆，这个是纯米浆，这个白色的是纯米浆，这个是卤蛋，卤蛋，这个是鲜笋，是笋哦，这个是笋，对，这个是豆干，豆干，这个油炸的豆干，对，这个是虾米，对，这个是韭菜，韭菜，还有这个大肠，哦，肠子啊，这个罗汉肉，罗汉肉，哇，感觉有将近10种左右了，对，还有那个里面下的那个蒜蓉筋。蒜蓉筋，对，蒜蓉，好，那我现在品尝一下。还有这个汤底是大骨，大骨汤啊。好。好了是吗？好的，我们的这个老蹄花灵芝茶也泡好了，我们也把它。那个，请一下我们这位老板喝一下这个灵芝茶。灵芝茶，对，这个要长期喝才有效果，不是喝一次就可以了。然后里面那个茶包都是那种灵芝那个蘑菇片，你来，大家一起尝一下。你蛮甜的。如果你们喝了，如果有点苦涩，说明你们的肝不好。你们这个太开呀，肝不好。老板娘也喝一下，对。你们肝不好。对，就是你喝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喝出来味道就不一样。它这个一个包可以煮3次，非常，这个还不便宜嘞，一包是30块钱，这一小包啊，你看700嘞。